这徒弟有四个顽疾枪，文局别想通关了，不可能的。放一万个心，你够顽疾枪了吧？那个守王之眼不一定能守住呢。A 级吧，我把这换了。你把大炮还没开两枪就没了，拿不到技能多能摆事儿。那个到时候你们直接后退，后烟不要砸口呀，枪是有加速加成的，直接到时候直接后退，后退了，不要那么走吧，上次跳了也受不了的。看这女鬼都那么配啥配置啊？加强配置跳跃，那么幸运宝贝，全是这个新角色。对，巨人时间也延长。还跳得更高，时间而且加长。对啊，所以说没不犹豫，直接上来就后退，后退的。上来架枪，上一架枪，上一架枪。你们还在前面打的时候容易被抓。这个烟雾，我的天哪！有点他的全是影子的。这个龙血龙跑吧，龙血上来了。架一下，架一下。咱们架好了，可以上。子弹加一加，子弹加一加。这凤凰好像不会破点，这个可以直接。来了，开了，开点人力枪。爬不撤，别犹豫，撤退，别犹豫了，别犹豫了。我每回都这个人破点了。又放屁了，他看那个上面那个桥啊。要小心，停了，小心，停了。我的妈，上来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俩直通道，别他妈压不住吗？我天。接得到你这个花，啊，接得到你这个东西，他们。隐形的来了，小道小。撤到你们压好隐形的，我们直接头发也摆好。把桥，把桥守好，桥，快把手桥守。桥是火力资源，没火力啊，桥没火力啊。桥头不要全去小道了。来了，走嘞走嘞，刚到时候，快跑快跑快跑！上去就直接找正方向后退抓，哎，前面又被抓，后腰就不用走了，后腰就不用走了，直接后退就打，后腰就不打，这个腰的不恶心啊！哇！天天抓我，这么难送吗？你们非得游走留一下，传不过来，后线都不能打。直接到最后面呐、啊！你们在前面打什么？妈，我真……你们在前面刷分吗？上来就被刷了。就是刷分的，就危险通关。惨呐！别刷分了，通关才最重要。后面还有好几个刷分的。你们就被前面几个刷分点给迷失自我，蒙蔽双眼吗？不说那么多，下几关都还没见过，好吧？后面那几关刷分点比之前比前面还好刷，还那么舒服，知道吧？就是说现在见过第四个，我到最后面了。刷分点刷你们，哎，又是我边有灵了，那咋冲嘛？先过来这再说吧。哎，我想在那躲一下。去吗？这门又开了，开了赶紧走。在他们到达之前，就到那里去。我操！我操！那我发急的什么鬼？
他妈的还在后面挂机。有人呢。哇！可以了，这翻译。啊，终结者都挂机了，管你妈的，全退了吧，我真服。这他妈这么多全在挂机。还不走。就我一个幽灵吗？哎，不玩了，他妈的，全在这挂机算了。妈的，这么几个僵尸，全他妈在这挂机。全挂机了，不冲都。玩啥呀？你得配合呀、啊！来波加速，兄弟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吓死他们！全挂机了，队友，就我们三个，四个活的，坑爹呀！哇，卡住我了，怎么？你来了，欢迎欢迎。过不去，完全过不去，全是斯泰尔和加特林。他们终于来后边了，这边可以过呀。哎，我跳歪了，就几个人打一群人，对。胆大呀，兄弟！前锋，可以投篮，在哪跑？快点的。我操！后边有扶手，直接从扶手上来跳，女鬼能上去的。你可以直接跳窗户口上的。躲一下，躲一下。上啊！我人在这挂机。不然你一下跳上去了就。我知道可以旋转跳。妈的，玩你妈个体验服还这么多挂机的，我什么意思？没放上去。
可以，他们对你来这一关吗？哇，贴脸了。你妈是挂了！好猛啊！我靠，这里要是走一下走进来，上啊！我操你妈！这么二十几个僵尸，他妈的在后面看戏！他怎的了？为啥踢人呢？人家冲嘛！那么多挂机狗，我操！妈的，把他们四个死了吧！干死一个！天天挂机。哎，又干死一个！我去，我操！啥？这波可以。来挂的吗？先潜伏没有挂。先潜。我留着留着后面扔，不能浪费了，先跑吧，跟着 W 先走，不走前面，天险符开不了关的，没人会把天险符的号开挂的，那个崩的真是太结实了，难得的这个组合。来，先把他们。那上在上面得走一下。后路后路，小道小道。来了，来了老弟。先压你身上吧。手好看，长得来了，疯狂模样，真的。你这个角色建议不要戴任何面具和眼镜，这是个疯狂脸，疯狂宝贝了。就像这个样子，他的眼睛挺好看的。啊，后面再打一。跑吧，你们还在刷分呢，你给我反跑啊，那个人给他跑这边，后来有拐回去，他完了完了，发了分歧，这得使劲压着吧，不能行了就止不住了，这走雷生化，走雷丢一下，又先抓我，变回猎手，抓，给我抓，我操，这也飞死我了！机要开着，进他们榴弹上面全是这个榴弹太狠了，这也把我飞死了，这么远都把我给飞死了。
中间还没到根儿。不是，主要是这个地方太狭窄了，你知道吧？特别好扔榴弹。如果是宽敞的地方，它这个榴弹扔不到这么多的。发不出这么多。刚给他卡上的位置，一个人都没抓，抓的。我操的！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这里可以跳下来？跳下去啊？啥意思啊？操！嘎意思？对，这图幽灵吃亏，要改。幽灵，你还不知道昨天钓鱼那种？真的要改。我操！六一个房间活过来。炮点太少，太狭窄了啊！太狭窄了，就是说，就是僵尸跟人类，我也没吃到，先躲一下。僵尸跟人类啊，就是都在一个通道，这个榴弹一扔了过去，这个威力太大了，扔了过去，直接就秒杀一大片，而且又五个幽灵一起扔，确实很难受。一起扔，建议要把这图改一下，要让幽灵错的点。这个玩儿，你看第一天玩啊，如果下局我就玩矮。是吧？不玩这个，这个你是提前玩吗？你要直播的话，把你自由麦关了行吗？不管。我把这门开了，哎，你要直播把你自由麦关了啊！变音响给你挡着啊！两门可以关闭我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关。昨天这个图人类踩了个地啊！我不知道怎么关。昨天这个图人还得保证实力，不是说那个麦队友与团配合。一进游戏就这样，怎么关呢？我靠！可以看你右右上角的麦克风，把刚才说话方式改一下。啊？改 A？ 我感觉这里可以旋转跳过去。不知道。还来装傻？还来装傻？行了吧？还来装傻？什么装傻？听人说的，你看见知道吗 ？ESC 飞出舰。你投票听就完了，知道了。你刚才在干嘛呀？屁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。啊？咋了？有麦克。哎，又是我，是多杰德。哎，没事。来说吧，兄弟。哎。尖准，好尖准！哎，上来，躲一下。哇，这都可以打到我吗？杨叔，注意身体，不要冲了，还给你卡掉小狼孩。黑屁多放点黑屁，黑屁，黑屁你严重放屁就行了。多来几个矮子让减肥，干扰一下。多来几个黑屁男孩，多来几个黑屁男孩，太少了吧？多来几个放屁男孩，放个屁。他们最怕就犯规。来了。能出一个吗？
走你，我走，哎，我走，我圈子皮了，直接站队，圈子皮了，他们火力不足，我们直接站队。一个人三个皮，我去行吧，不要躲什么了，抱着好。喵的，差点，就差一秒。快点，家里有什么东西了？有个皮我，他们有粮了。他们有个皮啊！螺旋式走位，而且还有挂机的僵尸，这是他们成功逃脱吗？得快速上啥？得快速过去，你将他们领先了。上期六月份新来的，现在用兵吃卷的，原来的都一般。来的那批好多就是挂机，就为了拿个奖励吃的，或者充卷。应该是水不乱填，你把什么扔啊？好，可以。六月份，六月份新来的那一批真的是水不乱填。那。走，保证实力，别充值了。多好，别充，别充值了，别充值了，别充值，多好，别充值，别充值，等车门开，我们等车门。别充值，我的别充值，别充值。弄个喇叭行不行？直接冲嘛！他真妈。太猛了，下不去根本就。有个人领头，我被淘汰了吗？也没有。别走，别走，走后面，走后面，吕伟，吕伟不过来，走后面，带我后面套菊花。吕伟，带我后面回走涛。别走了，带我后面，后面看着我们先回走涛。回一波菊花。这他妈，这怎么跳出来的？他被砍掉了。9000？他有多少血啊？10000多的血吗？一个二个的跑，我干了他9000血，都他妈赔的，后面的队友的。这是个团队配合游戏，那他怎么玩？个屁的配合都没有，还好一个二个跑的比他们还快。哎呦！根本就没人掩护，他妈的，上出来了！掩护什么掩护？都想上，不是都不会破点吗？不敲窗户口不会，直接他妈上二层。哇，这都能炸死我！我靠，弹簧过去拐角的地方有个扶手，直接上面我抓就没了，玩笑。来一波配合。他没一开全都跑了，那一样回头杀路，这个路被新条了一样，僵尸都贴了。狂刷路，现在服务器的 CF 射速都他妈往旁边配合的考虑是吧？非常正常的配合。你们压一下，我们上去了，我们上去加这点，你快来！一约到底，你们下把手打一波。好了，这点亏不亏了，撤了，不可以撤了，先压好了。可以撤了啊，待会不好撤，待会撤了，看我就管车道去了。撤退了。车轮发亮，
来吊桥，啊，小龙过掉，来吊桥，全部来吊桥，车道是你的卡的，被压走了，全部把钥匙给压住，不要放烂。后边来了，拿吊桥，别挂狙，高台的卡，高台火力的卡，双倍火力的卡，双倍的小鱼啊，有鱼尾刀，有鱼尾，小豆，小鱼，小豆加火力，都在小豆，小乔来一波，让小乔来一波人，刚刚来五六个卡的，一个啊，一个。屋子给上了一个，屋子不要，屋子放弃，我们直接砍掉桥就完事。我们直接守掉桥，屋子整个吊桥过来了。守了，守了，守了。这么多人守还能跳过来？我天，什么东西？后面，后面有，后面有，前面有，不要站着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卡在站着了。别他们绑边了，他们对他们绑边了，你得在前面送死干嘛呀？火力推一下，快推快推快点，小队可以再搞一波啊，哇，终于变了一回了，不容易啊，就流量有点少，留着的。你挺无聊，我好吗？来了。他是进来了，你敢先？没子弹了，哇！没血了，完了，有点亏啊，这不。啊！人扑了，毕竟后面有小的，后面得就是。他们都打完了，还在等小门。前面人都快被抓死，抓完了，还在等小门的开。好人通关了，这个。